好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到了我们大家引颈期盼的年度回顾，还有诗歌分享跟颁奖，也就是我们的献诗啦。那呢，我们呢，首先呢，会请幼稚班来为我们，先看影片。对，我们呢，我们每一班的教员都为我们做精心的制作了。丰富的影片就是我们今年一整年每一班的课程与学生的成长。好，那我们先看幼稚班。
班的影片就到这边，然后就是感谢神这学年的带领，然后也感谢我们幼稚班的每一位家长的配合还有付出，那也继续就是求神带领我们的脚步。那小朋友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换你们要上台表演喽。